哇，好帅啊！哇，裤子好肥啊！你们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栋楼都是我的。这栋，我是楼主啊。那我呢？你们是谁？这不是从我们电梯过来的吗？ 哇，好吵啊！你们，哇，好吵啊！你们，哦，欧费爹，这是有四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，干嘛的？哎，为什么一上来是我们萌萌萌萌奇妙？他是小莫、小明、小七、小妙是吗？不是，你们来这干嘛呀？请你不要再迷恋哥，那还一个。哦， 请你不要再迷恋哥，要知道哥是个传说。哇！哎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看有几分像从前。<笑>你是蹲步成精了是不是？杀马特，杀马特。哎，你们都是谁？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刚过来，然后这个地儿我没来过，你没来过是吧？我没来过呀。你们。 因为我们是住在这儿，对呀，是你们是哪儿来的呀？这是幸福里，我们不是在京东末吗？对呀，啊，这是幸福里，这是你的 building 啊，你的就是你的 楼的意思。Sorry， 这是你的 building， 洋气的 building，哇，好洋气，洋气十足，好吧？他才是我们幸福里的这个楼长，楼主，老板，楼主，你不是这儿的老板吗？我是老板啊。 哎，这样，哎，你们知道这个电梯吗？这是什么电梯啊？电梯也是有点先进啊。咱们一块坐电梯回到我们那儿，咱们看看。来了，都进来。什么叫回到我们那儿？待会儿回我们。哎呦，呀，超载了。不是，biu biu biu响。先称七人，刚好七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啊，是？难道是我？嗯。 哎，不对，是你，是你，是我。难道是因为我可盐可甜，所以我有双重人格？所以我占了两个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一个人是多余的人。不对，只要你看，但确实就是多了一个人，就是超重了。 哎，哦，下面！啊！爸爸！上面有个人，吓到！